嗨，你好，欢迎回来到第44集的 GTSA。那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的直升机抢。你们都需要睡眠，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组队都没有出来帮忙的，还叫你小弟来帮忙。屋子说的就是你，上一集不想亲自出马，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是你们其他人也没有付出行动，只想分一杯羹，然后最后抢到的钱也没有我去赌马赚的多。起飞起飞，三人你好恶心。OK, we got the bike。从军用燃料库偷。OK, OK。我们先从机车开始下手到那个军用燃料库那里。然后还要偷那个运钞车。OK, nice。然后快要破完的时候我们才会继续才有那个赌场任务，因为那时候人物才会齐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上到那台 FCR900 最容易当。OK, 看不用麻烦机车了。有点距离，那我们就跟这个富豪抢他的直升机吧。每次都是你，反正你们有超高科技的科技，可以复活你这个小弟。哦，我觉得这边有点大难。等一下，为什么没有声音是怎样？那东西炸不了我啦，白痴哦。欸，我们不用从那个大门口进去，我们直接上到最上面，但是上面有一些恶魔要杀一下。我不用喊 Mayday， 因为根本不需要。哎，我把他压死了，哈哈哈！巴卡得鼠尼，那再压一个吧。哇靠，他们在切枪哦！你这样毁灭战士哦，去死啦！用我的那个那个螺旋桨卷死你，直升机刀片忘记叫什么。啊，没事啊，我们直接偷吃不偷上来了。但我想倒数完应该就会瞬移，所以在瞬移之前赶快上。What the hell？ 刚刚不爆，现在爆是怎样？别跑酷啦，没时间看你耍酷啊！看来再威猛的军用直升机还是撑不了两发火箭炮嘛。哦，又是你耶！谢谢你大哥大 ，bang bang， 没事啊，这边还有两个他，刚经过一个又一个，你看这游戏是没有其他 NPC 了吗？不过我想是版本问题。What the hell, man? What the hell？ 不用再炸了好吗？从上一集炸到现在，哦，没人的耶，哇塞，谁听这里啊？那个大富翁啊！好，不要在那边给我咦的好不好？你们要去死就好啦，死啦，好死啦，好死也太好哎！呜，火焰瓶，他怎么还没死啊？又在切枪，很屌是不是？等一下，我飞，我烧起来，快跳机啊！怎么烧的？干，哎呦，他怎么烧起来了？哦，刚被那个燃烧瓶烧到了。Insane Gravity， 我先不动好了。我想我平时有深蹲啊。可以承受住300倍的那个重力。好了，我直接偷渡上来了，能不能过我还不知道了。What the fuck, man？ 我还要先哦，我还要那个先防卫战哈、哦。没事啊，下面有那个高级格林机枪，虽然有那个格力起可以拿起来，但是我忘了怎么拿起来，所以我们就站那边射吧。按回车键使用格林机枪，真麻烦。这是格林机枪吗？随机枪支啊，炸得爆吗？我刚。都被炸了爆啊！这样炸爆没合不合理吧？爆了，但是它很硬。为什么烧起来？靠药！他妈干你娘嘞！这边偷烧我屁眼！我还以为我吃辣椒，想那个放个屁，然后特别辣，结果是你在烧我屁眼。烫掉了！干你娘！Helicopter please, helicopter please, helicopter please. Not this one. This one's too fat. Nice. 好，硬降 ，OK， 硬降。两架无撞之刃，好。我可以开同一台把他们干了吗？兄弟跟兄弟打架，靠背，连闪滚。你没看这些规则哦？没有，他拿单闪，没事。对不起，是我没有看清楚你拿啥。OK， 我们用那个兄弟打兄弟招。Time to kill！ 他们还会开武装直升机，他们不会乱变吧？哎，他们卡在这边，真是可爱。有一台已经炸了，哎，有一台突然瞬移了，他们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库斯德，感谢天，感谢主，感谢地，感谢大自然的回馈。我要走了，还感谢 CJ 出的计划，还有一些没有帮到的忙的人，很感谢你们站在我这里。就指我们的抢劫大盗团啊，没有半个来帮忙的。那谁要去搞这艘运输直升机啊 ？Me， OK， fine， 就抱怨几句就那个就会来偷了。世纪暖男，明明以五指的财力就可以再买一台啊。他可能知道说
我们偷的钱可能连这台直升机都买不起，所以就 OK CJ 你去。我、哦、靠，你一直升东西，靠腰啊，升这个我等一下怎么把它丢了，丢下去好不好？等一下为什么跳车啊？直接把它下面那台车甩开好了。啊、靠背啊，炸到我，不要伤到我呢。妈的干！你不能升一台车能让我勾到它，然后我却放不掉它。你小狗交配勾住是不是？哎，不是吧？你不能在我面前生成一台载具，然后就直接取代我前面那一台武装直升机？跟我开玩笑的吧？你一定是开玩笑的。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又一台，感谢不感谢啦？连续生成四台载具是怎样啊？太夸张了吧？太棒了吧？不要再让我倒钩到那个车子就好了。等一下我卡住了，因为有点想大便了，虽然跟他没什么关系。两台直升机，到时候可以我在天上跟他们打。哇，四倍欸，刚才让我反应不过，他们是 AI 欸。我真的炸得到吗？哇哇哇哇哇 ！GTA 最吃鸡耶的关卡，如果真的原本是这样玩，还蛮酷的。虽然我可能会先爆欸。跨步啊，丢跨步啊！他们不敢开火是不是啊？还是在嘲讽我？啊哈，在开啥小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要下去。这样炸多久啊？同类相同类同啊对啊喂！哎，他们竟然爆了！你不能开零四倍速，突然开0.5倍速给我，你什么意思啊？几个意思啊，哥们？所有的伤害有用啊 ，nice， 那就太好了。哦，原来按左键放开，我刚太紧张没有看到。哎，你够了，不要再升了，靠，要下去，故意的吧？开什么来什么，玩什么来什么。好想大便！刚刚怎样？我吸盘要自己吸自己，自损，自己损自己，自损。至少这不是开肥胖那一台，原本是超胖那一台，要开超慢，然后超难控，所以之前原版其实也玩的蛮痛苦的。哇，武装直升机耶！如果装在武装直升机上面，觉得更好了。吸啊啊，好爽！好了，要来一个远征了，好远好远啊！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运气时间，来迎接我们第一场邂逅。Nothing happened. Weapon set 4. 握心武器 Lucky boy. 来，准备来看看我们第二场邂逅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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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Nothing. Lucky boy. 他就只是载具不会翻不了车啦，就 GTA 5系统。30秒。三十秒可以让我把这个根本就不是运钞车的东西给放下去吗？可以可以。drop beat， 停机停机，停个好机。啊哼，哦 ，nice， 快结束，快下来 ，nice。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爽啊！顺便领钱，怎么才450啊？是怎样？有没有在赚钱啊？应该赚不了钱，因为这边停的都是车子，不是飞机，根本就没有用户需要车子。因为他们都开车来的。好，那我们要准备回我们的四龙赌场啦。我们再解一个任务哈，再解完就准备去厕所来狂欢一下。变成主要任务了。OK， 不是准备要去找打手，把那个智慧男还有那个保罗沃克吗？好了，我们到了回四龙赌场了，但是我们流血了，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有一滴血都能破关。如果我活得到那的话。来，还有什么苦差事的吗？妈，有啊，我们这里很多苦差是任君挑选，别搅我的局。OK， 听起来非常的花时间啊，因为现在0.5倍速。我看到机车了，我还有这个、，What the fuck？ 哪来的啊？应该不是我碰那个拿到的吧？因为我刚刚印象中，哦，不是啊，那个刚刚给我武器的，我差点忘了 ，Weapon Set 4。哦，这关应该不是保罗沃克兄弟那个答辩的工厂那个，好，就看他们拿什么武器了。我要忍着我的大便欲望，还要边玩这个痛苦模组。这什么新的性癖开发？那些流氓看了不被发现，试着进入工厂并不被。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seriously for real? Oh shit!是 CJ， 哦、oh、，no， 火焰瓶，我跟你不要丢，我跟你讲不要丢啊啊啊 ！What the hell man？ What the fuck？ 别烧别烧，太烧了太烧了，阿成你太烧了，等一下不要射不要射，现在快快慢慢我怎么反应啊 ？Insane reaction 呢、欸？
Inhuman Reaction。那个人机枪射也太浪费了吧。什么洞？你怎么一直躲起来？他妈的，跟你讲，真男人就直接站出来，然后我跟你 1v1， 然后把武士刀丢过来，然后就拿枪把你射死。这原本是我的计划。哇，是飞机耶！因为他上一集是飞机。嘿哟哟哟哟 ，CJ Local 来了，就是你们啊，刚偷袭我，不要再丢了 ，Pussy， 只会搞偷袭，不要再拿那个东西了，好不好？你们把你们马菲亚经费都耗完了。你们躲上面那边龟一点是怎样啊？不要把自己炸死啦！就像我有防弹衣，要不要早就死亡了？好浪费，再一次换枪。怎么还有一个啊？能不能穿墙？哪来的？你谁？怎么那么多娘炮啊？那边躲起来。谁？又是谁？不要再这，不要就说今天没有人要应征了，不要再过来好不好？做得好，啊、上面那个应该不会搞我吧？刚才不是蛮多东西的吗？我有点害怕你。OK，Let's、okay, bounce， please， nice。我现在是叫啊、直升机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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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好，运气时间一。零，好，沙尘暴，我以为被传送了。那些工人怎么那么卖命啊？图一时快钱就要豁出性命？哎 ，crazy！OK， 到了，耶、yeah, ，快乐。然后我要去准备解放我的屁股。你们只是无级的小弟而已。OK， let's just take。不要讲话那么的高大上捏。耶、yeah, ，至少屋子有用。10,000美元打发我，欸、不过算了，因为我没有那个应征职业杀手，我没有刊登在那个网际网路上，所以我的价钱有被折叠过，加上我跟他绑定契约是那个他的员工，应该是吧，他的狗了，好不好？差不多，好，一样睡外面，然后下一集直接任务直接放在外面了，好，拜拜，厕所见啊，没有那种东西，拜拜。